2008年9月2号下午5点，身披全副装备的航天员们正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依次进入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这是神舟七号任务立项3年以来，航天员、飞船以及人称长二 F 火箭的第一次联合演练。高高耸立的长征二号 F 型运载火箭承担着把航天员和神舟七号飞船送上太空的重要功能。它巨大的推力可以让飞船内的3位航天员在发射10分钟后就感觉不到地球的引力。起飞之时，它的8台功率强大的发动机同时点火，上升过程中轰鸣与震动带来的不适感受让曾经有过太空经历的航天员们记忆深刻。你比如说你心脏对几赫兹的这个它会产生共振，不是说你用一点力量就会能挺过去，它不这样的，是一种内在的一些东西跟你身体产生共振，就非常难过。我回来给他们解释，我说就像我坐在中间，四周围全是那种敲的大鼓，敲起来之后把你震得简直就没有办法的这种感觉。神舟五号返回之后，火箭技术专家们根据杨利伟反映的情况，在减震方面进行了设计改进。等到发射神舟六号的时候，这种震动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影响航天员身心健康的因素仍然没有彻底消除。飞船发射啊，或者是在空中运行，它其实噪声也很大的。我们有控制在75分贝以下一直有，因为上面有陀螺有风机工作，噪声还嗡，就这声音就不停的，它因为它要工作呀，其实噪声很大。经过3年的努力，这一次搭载神舟七号的长二 F 火箭与发射神舟六号时相比，在内部技术上已经做了多项的改进，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解决前两次载人航天在火箭上升段所产生的震动对航天员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个航天员啊这个上升段这个更舒适性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火箭的这个震动啊还要尽量把它降下来。那么这个震动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震动就是叫 Parker 这个震动。航天员感受到的震动主要是由于火箭结构频率和发动机管路频率发生的共振产生的。当震动频率相当时，震动幅度会越来越大，例如打秋千，如果我们始终用同样的力度去推这个荡秋千的人，他就会在一次一次的外力下荡得越来越高。所以要解决这个共振问题，就要对这个频率进行调整，最大限度地消除震动。我们这回17呢，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上了一个变能血压器。变能血压器主要就是要在飞行过程中来解决航天员乘坐舒适的这个感觉，就起飞以后定时，然后发一个点火的指令，然后让整个血压器的能量进行变换，这样的话呢，通过整个的力学的环境的改变呢，能够让宇航员感觉更舒服一点。经过多次测试以及航天员的亲身体验，火箭震动的幅度已经明显减小。在神舟飞船执行载人航天的任务时，发射升空和返回地球是最容易出现危险的两个阶段。发射时，运载火箭的体内装载400多吨的燃料，但凡出现不测，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炸药桶。测控通信系统除了要监视火箭的飞行状况，还要对火箭进行控制。控制刚才讲到了，一方面进行飞船的逃逸控制，发一个逃逸指令，让飞船脱离火箭，然后返回地面。另一方面呢，就是飞船脱离火箭之后，然后对火箭要实施炸毁，防止火箭整体落到地面之后，对地面的重要目标呢造成威胁。1983年。
俄罗斯发射联盟号飞船时，火箭刚刚点火，突然出现故障，装有几百吨燃料的运载火箭猛烈燃烧，航天员和飞船就要陷入灭顶之灾。这时地面人员及时启用了逃逸程序，逃逸塔带着飞船迅速地逃离运载火箭，升到高空。6秒钟后，火箭爆炸，航天员死里逃生。专门研制的火箭故障仿真系统从2001年就投入了使用，在使用中不断地加以完善。这次对神舟七号发射时可能出现的多种故障状态，火箭的技术人员们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也就是说，我要模拟火箭的各种故障，各种故障的这个弹道啊，什么时候需要逃逸啊。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如果逃逸以后，我的逃逸飞行器是怎么来工作的。从火箭运抵发射场的那一刻起，技术人员为了航天员的安全做了各种精密的准备，在发射场进行了联合检查，便是为神舟七号的成功发射所把握住的最后一道关卡。整个的人船舰联合检查还包括了火箭点火之后出现故障的逃逸，火箭起飞之后在120秒之内的安全逃逸，以及有航天员参与操作的火箭飞船整体的飞行模拟过程。在发射场的人船舰队联合检查，是对我们航天产品进行最全面第一个检查。通过这个联合检查，可以考验我们航天产品的质量，可以考验我们各系统的匹配和协调，也可以考验航天员在发射场、在飞船发回舱里面的进行的各种操作，是一种，所以说它可以检查到我们所有的系统的技术状态。2008年9月5号15时，一场发射塔逃逸的演练拉开了序幕。这是针对当飞船处在待发射阶段时，一旦出现不测，练习航天员如何快速脱离危险处境。如果我们塔架上面就是着火啊，出现了这个大的一些火势，这个不太好控制了。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有毒气体飘过来了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故障以后，那么这个当天发射不了了，那需要航天员的话从这个舱里头出来。发射塔逃逸演练结束时已近傍晚，当参练的人员渐渐散去后，只剩下与垂直厂房遥相对应的发射塔，还静静地矗立在夕阳下。似乎期盼着神舟七号点燃升空的那一刻的轰鸣。从神舟飞船地面发射升空，到在太空中实现预定目标，这还并不算是航天任务的全部完成，他还需要能够平安返回。要想让在距地300多千米的高空飞行的飞船在旋转的地球上准确降落，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这个设在内蒙古白云鄂博区的雷达站可以说是最早发现目标并跟踪目标的，他们自己称为逐鹿场的第一棒。测量雷达嘛，它是这个载人航天里面走路场系统中的第一个一套主打设备，它主要承担飞船进入这个大气层的这个弹道测量，为下一个测量站进行数据引导。
当神舟七号进入大气层时，这个测量雷达站发出的微波照射到飞船，就会再反射回来。地面通过天线接收放大，计算出飞船所在位置，地面技术人员就能控制整套设备去连续跟踪它。当雷达在第一时间捕获到目标后，就迅速地传送给第二棒 USB 系统，这棒是精确跟踪。 USB 在经过数据处理后，把飞船实时的落点数据传送到第三棒的空中搜救系统。通过精确计算，直升机上面的指挥中心就引导空中搜救队伍赶到神舟七号飞船降落的具体位置。能否在飞船落地的第一时间让搜救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测量雷达的第一棒作用至关重要。跟踪的目标一旦丢失，后面的船棒接力就无法进行。而偏偏飞船在进入大气层后，在雷达上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消失阶段。它这个飞船返回舱出黑洞的那一刹那间，大概有个十几秒的时间，出飞洞的时候，它这个信号起伏特别大，肯定要丢，就说我那套雷达肯定要丢目标。所谓黑障，是指在飞速下降中的返回舱与稠密大气层摩擦产生2000多度的高温，它在返回舱外壳形成电离层，会屏蔽所有的无线电信号，阻断天地间的联系。这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只有航天员自己知晓。如何才能在黑障之后最快捕捉到消失的飞船行踪呢？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自己开发了一套软件，就是时点外推、时点拟合外推。我用前十个点，就是丢失目标那前那十个点，去推它后面的这个运动轨迹，它应该在什么地方？我的天线马上，它是电扫描，直接就转到那个位置去等它，相当于拦截。那么我整个的这过程呢，应该说节约了，就是缩短了有10秒左右时间，这10秒非常关键。这里就是神舟七号返回的主着陆场，它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阿木古朗牧场，海拔1000至1200米，属沙质草原，地势平坦开阔，全年干燥少雨，空气能见度很高，这里人口密度很低，每平方公里不超过10人，是理想的着陆场。它的冬天的最低温度能够到-39度，啊，风速每秒的26米。我们在前几次的神舟任务都遇到这样寒冷的天气。一支针对神舟七号返回地球时以测控跟踪搜救为目的的队伍，按照任务要求很早就来到了这里。我4月底就到内蒙，我走的时候小孩是9个月吧。我妈说她会走路了，我想不来她是什么样子。在完成了每天的工作之后，草原的寂静与辽阔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孤独和寂寞。其实大家大喊比谁的嗓门高，比谁扔的石头远，在墙角互相挤推，就是反正一种较为原始一种方式的去拍出来拍摄。而当神舟七号完成太空任务准备返回家园的时候，这些在岗位上精神抖擞的人们将成为神舟七号在地球上最早的迎接者。每一次神舟飞船的任务变化，不仅引发出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一些更高的技术要求也随即提升，不断提高飞船返回落点的精确度就是其中一项。
最早接报道的就是雷蒙号，雷蒙号飞行呢曾经也是出过这个问题的，就是落偏了大概是200多公里。那么整个呢使得航天员呢出舱后是一天一夜好像才能找得到。对于我们这种这个工程来说，我想做这个工作的人可能是无法容忍的一个进度。在神舟三号之前，飞船返回的地面落点我们只能做到10千米范围的预报。着陆场地处内蒙古，尤其冬天发射的时候有雪，这让着陆场回收人员移动起来非常不便。预测的降落地点精度越高，就越能节省时间找到飞船迎回航天员。那么降落地点的精度范围究竟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呢？经过大量的计算分析，技术人员有了这样一个发现：在没有水平风干扰时，飞船返回舱在离地面20千米的高度时基本上是垂直下落的，这时候水平风对它的影响是可以测出来的。于是一个返回舱气象风修正落点预报的软件系统研发出来，并经过测试与实际应用，落点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那么通过神舟四号验证这个算法呢，可以达到1公里。那么神舟五号首次载人呢，就可以完全可以达到1公里，就是达到目视的这个距离。那么1公里跟10公里的这个精度跨越还是比较大的。现在，针对神舟七号的返回，技术人员已经能够更加精密地计算出飞船将要着陆的准确地点。这对于整装待发的搜救人员来说，就是时间，就是速度，就是生命。2005年10月17号凌晨4点33分，神舟六号成功落地。逐渐变亮的天色为搜救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而这次神舟七号飞船的落地时间将是在傍晚4、5点钟，那么很多的救援工作将要随着夜幕降临改在天黑后进行，这无疑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这一次着陆场的指挥中心由过去的地面搬到了天上，所有主着陆场的指挥，包括各职能部门沟通和组织工作，都是在空中直升机里完成。这个搭建在空中的搜救平台，相当于在主着陆场和北京之间建立起一种空中桥梁，保证通讯、图像、数据传输畅通无阻。比如说我到时候我指挥长，那么要坐到这个这架直升机里，那么在里边我们就可以和北京来进行这种通话音通讯，可以随时把我们主召场的搜救情况向我们任务总指挥部来进行报告，我们也可以接收我们北京中心、北京飞控中心发过来的这个落点数据、轨道数据，接收这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去寻找我们的返回舱。我们也可以这个接收我们任务总指挥部发来的各类的指令、命令，按照他们的命令来实施、来组织我们的搜救。与神六以前的搜索救援工作相比，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搜救模式与过去有较大的不同。在神舟六号任务中，我们看到的是空中与地面协同完成返回舱搜索和航天员救援任务，参加的人和车很多，而这次神七的任务却改成空中自助完成对返回舱的搜索和对航天员的救援，地面车队不再参加救援，只负责处置返回舱。那么这样做的好处，一个是保护草原，就是我们再也不会有大量的车队进入到草原里边，那么去往返回舱现场赶。我们仅有几辆吊车，那么就沿着路走，慢慢的走到，因为处置返回舱时间要求并不急，我航天员
这个救援我们不需要撤退。第二一个呢，就是使我们这个搜救系统，这个应该说是精干、高效，也是属于节约。这个再不需要呢，动用那么多天上地下那么多车队，那么多资源。那我们直升机飞得很快啊，到了现场落下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够了，人员也都够了，那就可以进行那么所有的救援工作。为了应对天色渐渐变黑的情况，搜救队做了许多技术准备，比方说，在着陆场的直升机上配备助降系统，能够感知地面上的那些危险物。让直升机能够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落下来，然后再引导着其他的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提高搜救指挥能力方面，搜救人员启用了北斗导航系统，用我国自己研发的定位技术来传送直升机与地面车辆之间位置的信息，指挥人员就可以根据飞船的返回情况以及各直升机的飞行位置来指挥搜救。那么整个过程中是安全健康的，到我这儿也必须是安全健康的，所以给了空中去快。只要我们的人到，这个我感觉航天如果从他的心理状态来讲，我们立马赶到，他一看见我们，他的心态就放松了啊，我终于回到家了，能快一秒是一秒。这一秒钟可能在平时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在航天员这个地方呢，我们早一秒钟到，就对他是一秒钟的安全。在高技术、高风险、大规模、大协作的航天领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零起步，16年的自主创新。神舟系列飞船7次发射，7次成功，6名航天员先后登上太空，实现了出舱行走。如此高的成功率，令国际同行瞩目。国外对我们评价很高了，很多国家对我们很惊讶，很惊讶。无论是这种航天的大国，你像美国也好，像俄罗斯也好，很惊讶。俄罗斯的专家，我和跟他们的很多的航天员同行在交流的时候，他感觉很不可思议。那么从一个人的、多人的到出舱，他们说知道我们在搞航天的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我们会发展这么快。按照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第二步在完成出舱之后，还要实现交会对接，并短期有人照料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将是建立永久性空间站。现在，我们已经朝着第二阶段的任务目标稳步迈进。神舟七号飞船的安全降落，意味着中国航天人已经用他们的智慧与辛劳为神舟系列飞船往返太空铺就了一道平安的旅程。